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来到万华龙山寺参拜，被现场支持者团团簇拥。准备一份小礼物。接下写着全民万安的字画，蒋万安这回来到陈时中日前遭陈情人士闹场的万华龙山寺参拜，两人较劲意味浓厚。原本就很早要安排再来拜会董事长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延到今天。参拜比人气，但选举比的是市政牛肉。民进党的陈时中单刀直入，要改善台北人最头痛的内湖交通问题。市长在选第一拜下有讲啦，那台真侪台因啊开始认为无可能，无要想讲安怎来解决。你永远都无可能会改观啦。内湖的交通当然可以被改善，我们加速建置新的捷运路线。第二个，我们积极寻求连外道路的批建。内湖区的交通问题常年未解，就连现任市长柯文哲都曾坦言内湖交通没救了。陈时中真的救得了吗？这是应该是说都市计划的问题，请陈部长说，换他做做看，他要用什么方式来。如果只是要再去询问其他的意见的话，可能等到询问完意见再来选市长。内湖交通谁来救？各阵营端出政策要抢攻市民选票。华视新闻刘宇、李宏杰台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